估计还得修，估计还得修啊，浑身没劲儿，熬夜熬的，熬夜熬的啊，确实是废了，干废了，兄弟们啊，啊，最近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一直是这样，状态答不出来了。今天看了，有点小毛病，有点小毛病啊，兄弟们，更，得调理调理。感谢老铁刷的啊，刷的啊，调理调理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两三天连着休三天，我应该就休过一次，啊，近两年，应该就一次啊。感谢一五疫情，刷跑车啊，七哥连着三天就这两年应该就那一次，就休过一次，这是第二次，这次实在是挺不住了啊，实在挺不住了，得完了查了查，有点小毛病，完了得调理调理，估计是啊，气短。说话都说不动，整废了，你说。我播就啥意思呢？咱铁粉搁这嘎不要带节奏，别听那帮傻逼天天带节奏就行了啊。七哥不播肯定是有原因的啊。这两天，乱七八糟的声音太多了，那就听去吧。啊，抖音这个平台是不能讲的啊，我现在我就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我也不是来讲局势来了啊，我也不是来讲局势来了。刚才这个弹幕问的波斯这个问题的都不是我铁粉，我就一句我就给你定调了，好吧。我斩钉截铁讲波斯，讲大熊无数次了，那你要听完别人说怎么怎么样，那你就听他的，或者是你压根儿就他妈没看过我直播，你在弹幕里边带着节奏啥用啊？啊，我老担心那个七哥理解，那我只能说你没看过我直播，你看完我直播就不担心了。现在的热搜是红字儿，有人故意在这一波新上任的波斯，这个在咱中文互联网带节奏玩一波，敌人害怕了啊。戒烟戒酒戒熬夜跟那没关系啊，熬夜可以戒，戒熬夜就不能直播了，干直播的哪有不熬夜的，不信你就干两天试试，不信你就干两天。对，无论你几点播，你播完试试。带节奏不少，不是节奏的事儿。这个舆论战这些东西，好多狗子，他们造谣你就不信，这东西没啥信与不信的，兄弟们。这个东西我还怎么说呢？我的视频，我自己的账号我已经发视频了，啊，自己去看就完了，自己去看就完了。晚上人多，啊，不播，啊，晚上不播啊，播不了现在，兄弟们啊，咱得按照医生的嘱咐来做。咱也不能为了播而播，他妈命不要了，是不是啊？铁粉得理解一下七哥啊，毕竟两年多了，连续超三天的没休息过，这是第二次，这是第二次啊。对，生病了，对，生病不生病能不播吗？算出个踢人，踢人干嘛呀？替人干嘛呀？你就是医生啊！行，看完了，刚回来，刚看完啊，兄弟们，得调理调理，事儿也不大，但是呢也不行，整不动，感觉没劲儿。
天天洗澡，操，那长春那他妈泡澡，泡澡还能给泡好了吧？哎呀，感谢一五一行刷跑车，感谢感谢。嗯，老七录说话有点虚，注意补气。对，我现在以前咱直播抻脖子喊，近期都喊不动了，而且播的时长也播不动，撑死俩小时。感谢绵绵森刷的礼物，感谢感谢。嗯。感谢感谢，不是拆了德下药了，些耗耗麦耗完了，耗完了啊！说的非常对，在我们当地找的很知名的一个大夫，嗯。以后别喊，慢慢讲，那不是我风格啊。慢慢讲，我就播不动。慢慢讲，我播不了，不是播不动，除非讲历史。中医吗？对呀，啊，嗯，看完了，今天，一个莎士比亚被封了，嗯。那我也不认识是谁呀，啊，等一下啊，看看什么是七哥以前说波斯谁当都一样，他本来就是这种，我现在想喷，第一抖音不让我喷，第二我也没啥劲儿，我忍着等我直播的时候呢，等七哥晚上八点某一天开播的时候，你看我咋撅他啊。现在给我直播间带说这个波斯什么导向老美的这些三炮，没有一个看直播的，没有一个看战略的，都是天天看新闻的，刷着了凤凰新闻这个新闻那个新闻的，完了各大直播间打字儿。感谢老铁啊，感谢老铁刷礼物。对，我想喷，我劈头盖脸的喷，兄弟。嗯，周一见了，周一够呛，兄弟们啊，周一也够呛。嗯，讲战略呢，七哥不讲。谁讲战略？我看看，给你们推荐推荐。谁讲战略呢？一般的不开，没人开播讲战略的，开播的很少啊，嗯。都他妈讲新闻的，嗯。金灿荣老师也不开播，不开播。感谢我圣拓哥刷了大飞机，哎呀妈，扒七哥呢，都扒我呢，现在是不是？都扒我呢啊！我这几天不播，我粉丝是不是分散了？都扒我，扒我行，枪打出头鸟，枪打出头鸟，好事儿，兄弟们。下一波战略预判应该在我开播之后来了啊！下一波应该是再来一波，让他们扒，不扒我还不行呢，我还不得劲儿呢。对，下一波战略预判应该在半个月之内就实现，应该时间不长。实现完了，这帮小子再扒我吧，来，扒我能让自个儿火一下子。我看你们能火多长时间啊，我播他妈两年战略加历史，我看你们能不能坚持俩月，没点逼数，一个个的天天打反水这俩字儿，在老七这儿就不存在，兄弟们就不要打了，什么反水什么背叛，在地缘上涉及的这几个七哥早就掰着明白了啊，中间有点小波动啥的无所谓了，但是也波动都没有，
波动都没有。告诉你，接下来一点波动都不带有，而且上劲儿。波斯必须对大漂亮上劲儿，而且比之前莱西之前要狠得多，不信走着瞧。但是呢，这话我今天不想在这个直播间说，我想在我正常这个直播间说，多了我就不唠了啊，到时候我给你分析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别说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实际上大漂亮两线已经输了，两线已经输了啊，两线。不要泄露天机，行。瘦了，嗯呢，这两天状态不好啊，兄弟们，大家理解一下子啊。等七哥休息休息，完了我要开播，我肯定是得发视频。明天能拍能开，我一定要通知的，关注七哥的视频就完了啊，好吧？嗯，咋说呢？状态不好，对吧？各方面今天看了一下，感谢勇哥啊。嗯，完了，今天看了一下子中医啊，中医，开点药，七哥缓缓，缓缓。哎，老登也要换人了，小英也换人了，大漂亮也换人。他们的职能已经失效了，不是换人了，是摆平不了就换，三天两头就换，拿这个来搪塞。没有，他们没有救命稻草，他们完了，不管谁，他们没有救命稻草。喝点水，对，喝点开水。哎呀，我操，我这是大号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这一天老整懵了。我小号播的，我大号不播了的。我小号不能八千人，大中午的，这人不少啊。七哥天天剧透，等着吧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感谢感谢感谢刷礼物啊！感谢好好向上的大飞机，感谢老铁啊！现在。抖爸爸是有点放松了，是不是？这弹幕狂狂打这些字儿，不禁言吗？抖爸爸的人工智能干嘛呢？不给他禁言吗？网上哈马斯投降真假？我不，首先啊，我不是来给你证明真假的。新闻你自己辨识。你连辨识新闻的能力都没有，你看鸡毛直播，你还看战略，一天天的刷啥信啥，一天累不累？你人工智能罢工了。感谢刷礼物的啊，感谢老铁啊。明天我是否开播，我明天看我发视频啊，发视频通知兄弟们啊。我也想大家啊，七哥不讲也难受，我没说吗？我不直播的时候，给酒桌上我天天都得白活，这么多年了，保持了，实在是这两天是难受啊。这两天确实是难受啊。调理调理，这帮弹幕一看就不看直播的，对，不是不看直播，抖音本来他也看不着我直播，抖音都是看切片的，看切片的。你一不播好多人骂你，所以说七哥吧，老为别人着想，我现在的心态也改变过了。全网放切片放出去的，我真正授权的各个平台就我明着往出放的。后来志勇说，七哥你自己也切点，他帮我切点视频，全网就一个。咋说呢？看不着切片骂，看不着直播骂。但这帮人吧，为接下来七哥不会在乎他们。他们是什么牛马啊？以前吧，我太照顾大家了，这样把我铁粉都整伤心了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是不是？
人家那边老九敢切片子，直接干你妈的律师函都整过去了。我吧，我寻思这玩意儿我火吧，也就是这一年半载的，我无所谓，我就是顺便咱晚上带点货完事儿，无所谓，我没必要说非得不扩散这个东西。我没想过那么多，但是确实这帮家伙里边他妈的，他不是黑粉，感谢黑水刷的跑车，他不是黑粉，不是二狗子，他是啥呢？他是你必须得每天给他讲，他听不着他就骂你，他是这种揍，他还不如黑粉，黑粉都不听我讲上来就骂，他是听不着就骂你。哎，对，他是这玩意儿，他还不是这个纯黑子。所以说呢，你说我这人吧，他妈我今天我还得看这评论区，我还得逼着我开个播和大家解释一下。对，今天刚看完，我最近吧，老粉都知道，他妈浑身没劲儿，今天检查完了胆囊炎。而且持续很长时间了，就是必须得休息了，连播两年了，熬夜两年了，确实是。但是呢，这帮货哪管你那个呀，你他妈就要死了，明天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讲，要不然就各种造谣。所以说我他妈这帮牛马，我以后我还能惯着他吗？他们没有一个是说真正的啊，七哥呀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每天听你这么多，这他妈听你大半年了，或者听你一年了，讲的我啊挺好的，地给我建立一些什么情绪价值，他不会理解这个的，他妈还不低那二狗子呢，对，他妈还不低那二狗子呢。所以说七哥，我今天我开播是给铁粉解释一下，一会儿我这帮切片发出去完事儿。对，所以说不是身体中，我近期吧，我就感觉我的状态怎么不好呢，每次播就播不动，天天吧，我倒不是说光熬夜，我睡眠够八个小时，但是就没精神头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所以说呢，要是持续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说我要看看，这一看他妈看出来了，对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还得解释一下，一般的主播谁给你解释事儿？那你我开播，那你能看着就看着，看不着拉倒呗，那玩意儿咋的？我还每一个人我都得求着那么整吗？那我也到不了今天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没有必要这个东西。嗯，中成药好点，七哥就是中药啊，就是中药，对，就是中药。明天能不能播？我明天我通知啊，兄弟。嗯，定期吃饭三餐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事儿是可以定期吃饭，除非我不直播，我放弃我短视频的事业，每天早睡早起。完了再跑跑步，三餐二十吃行，那就不干短视频了，可以。那是不现实的，现在是不是？我他妈熬他妈这么长时间，终于火了一点，有点知名度了，但也不能完全放弃这个东西在这摆着。对，少喝酒，一个月喝不了两回酒啊！疗养，七哥还疗养呢，我刚给那回来啊、嗯。你每次直播抻脖子喊，这是我风格，改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啊，感谢我瑞妹刷俩跑车，感谢。现在这跑车怎么？这跑车咋的呢？这跑车装修了，这跑车变色儿了呢？行了，别问了啊！感谢刷礼物的老铁们啊！七哥下了啊，下了，等通知啊，我视频等通知，好吧，感谢刷礼物的啊。